我觉得 Sam 呢个好好啊，嗰个反差咧，即系好似我嗰晚睇完红白咧，睇完系 Yosobi 咧，唱系完呢个 Idol，跟住之后咧，电视播紧 Cola，倒数啊嘛，哇，个反差哦，大到啊，呀，我真即系刻唔嗰系，哇，好闷啊，大佬。晚除夕嗰晚嗰个台实在太捻核突啦！啊，系，屌冚家铲，你唔好捻话，即系你屌你乜你旅发局戆捻鸠嘅，屌你乜你要搞，你攞多少少钱出嚟啦，唔该你，屌你乜要你喺，求你乜唔系，喂乜仆乜街求窄，其搭个同埋有细，又细，你求其搭个台，屌你乜灯光效果乜都冇，同人讲你号除夕倒数啊，屌你乜可以死啦，仆街，同埋你真系要讲，系咁屌嘅。你做咩你？你点比较啫？有时啲嘢哦，真系冇得比嘅，系唔系你唔第你唔系我明白，我但明系白我明冇得比啊！但系但我系一都睇完之后，我哇！啊，但系我都讲一样嘢咯。呢啲咪基呢啲呢啲咪基础咯，要即系你话系七七以嚟咁耐以嚟啲音响都系嗨嘅，今年系冇咁嗨，但系唔代表你做得好啊嘛。啊，哇！系冇咁你需要。有 full 啊，有个 cam，屌系你啊，老味。音响画面。呢啲都系基本嘢嚟噶，你真几你几一日劲唔啊！你做好嘅话，你一日唔做好嘅话咧，你香港乐坛你有几多好歌都冇卵用，你林家谦写到几多好歌都冇卵用，啲人都唱唔好听，包括林家谦佢唱歌都唔好听，林家谦不嬲唱歌唔好听啦，音因乐为好就唔算好都系咁。你写歌写几多好歌冇卵用，冇人演绎到嗱，啊！呢个基所础以啊。我之前嘅一个讲法我都要改嘅，就系话。唔系，我哋唔系讲你。有时我哋讲话，即系头先讲嘅，譬如你香港，你好多你喺娱乐呢方面嘅碎片化啦。但系其实喺碎片化嘅同时，我哋都要有翻个标准喺度啊嘛。点样为之好？点样为之唔好？系嘛？同埋系啊，嗰呢个种好，嗰种系乜嘢？系有比较噶嘛？系啊，唔好麻木啊！有时，喂，譬如你睇当下好后似边嗰啲效果。啊，唔系我咧唔好即系点解而家咁多人憎 Mirror 啫？就系、是、因为你啲 fans 太过麻木啫嘛。啊，点解为之好？点解为之唔好？佢有冇做错？你哋唔捻嚟嘅，你哋或者定系你哋唔识分咧？即系哦，好似群啲。体嘅，佢哋唔使理系嘅，唔分啊，系唔分，系好似唔头先使林慧分思嘅，咁样啫嘛，系唔分啊，系啊，阻即系好似，你阻捻住疆土啊，系哦，咁样佢咪话阿托拿拿失咗，失控鸠，佢都会支持佢，唔系咁样支持啊嘛，佢支持但度系高，佢哋但就系系咁支持啊你嘛，踢得屌嗨你就老冇，味，就要俾鸠佢噶啦。而家呢个香港净系得盲撑同埋盲反嘅啫，系啊，系啊，我哋三个唔可以存在喺呢个香港咁啊，好似系啊，要移民啊！我哋要其实移民，最应该移民嘅系我哋，系啊，叫翻刘世良翻嚟啊，系 啊，刘世唔系香港就应该留翻俾刘世良呢冚家铲噶嘛，系啊，我哋应该要走啊，我哋系 走嘅应该系我哋咁样吓。咁你话你睇日本嘅呢一个节目，因为一首红歌。白啦、啊，红白，因为一首歌，你可以揾到咁多嘅唔同嘅组合偶配，像唔啊，系系啊，偶像，唔系唔红嘅呢一堆全部系都啊，全部都红嘅喎，佢红白个 opening 咧，好似揾咗个咩新学校领袖做 opening，嗰四条着校服嘅女啊嘛，系嘛？不过我喺收音机听过佢哋一首歌咧，喂，好有力水喎，佢啲歌。好劲噶，佢哋哇，好捻有力好水喎、劲噶，好啊！系劲啊，噶。喂，佢仲要可以呢首歌仲要揾埋前偶像桥本环奈出嚟喎。同埋呢一首歌系真系，佢真系好捻出色嘅，系好睇嘅。屌你有冇记得吓鬼？你得唔系？你即系嗱，我唔讲佢下边嗰啲人啦。讲真，我大部分我都唔识嘅，我知佢哋红。我大部分我都唔识嘅，屌啱啱你睇个台个楼底，其实我你问我系唔明白点解啲人咁捻中意去博览馆开演唱会嘅，系 楼啊，底楼底咁好矮，矮啊，系楼底啊，咁矮，屌啱啱你啲效果你都做唔到嘅，系啊，你即系你拉个 Y shot 唔好睇啊嘛，系啊，楼底咁矮。
系嘛？你净系塞到部电，你后边嗰个大电视就冇啦。你上面想再高啲，整多几个 layer， 好似上面嗰啲灯咧，电视机上面后嗰度咪仲有几排灯嘅。你想做多几个 layer，你都冇。最好笑就系咧，博览馆流大蚁啊嘛，女发嗰个露天嘅，佢都搞到博览馆咁样嘅高度。屌你，你真系阿妈真系乞衣嚟啊！屌你，咪又要搞又唔肯抌钱。唔系啦，请小企个看家有钱啦、啊。唉，屌你讲嘅呢样先问嘅。但我哋今日唔讲呢个住，我哋今日唔讲嗰啲住，我哋讲日本先。你今日开心系啦，我哋今日嗱点唔系？我哋讲日本喎、啊，日本都系，唔系呢个佢开心完呢一晚就濑嘢咯。哦，系啊，佢开心完呢一晚就濑嘢啊。啊，开心完一晚就濑嘢啦。喂，今日咁多人睇 live， 百几人睇 live。因为讲即刻啦，我谂系啩，因为听我哋入嚟讲姜糖，哦系啊，谦零零而家系啊，有播入樽嗰个主题曲啦，系啊，阿 Ten Fit 系啊，系有埋入樽啲画面啦，好好睇啊，系啊，好睇，因为佢其实同阿 John 讲嘅一样，因为佢楼底高，佢摆几个 mon 喺度播咧，系啊，系好精彩嘅。系啊，你低炒个歌手后面都多嘢睇好多啊，大佬、啊。因为咧，博览馆咧系长啊嘛，系就得个长字咯，得个长字咯，系啊，因为你只眼系睇到阔，即系睇到高，系睇、啊、到高啲，但系睇唔到好阔噶嘛，即系你唔系乌蝇啊嘛，啊，咁你睇到啲高啲，咁你出到嚟，呢就系艺发局垃圾，系啊，艺发。明明有个无限高度嘅露天，佢又搞到唔系咯，啲商场收啊，好似黐捻线咁样。咁啊，日本开心完呢一晚，喂，但系唔系我想问清楚先，究竟嗰个剑球嗰条友今年佢系成功噶嘛？边个剑球嗰条啊？即系嗰个唔知嗰个破世界纪录嗰个啊？哦，好似系成功噶，好似系。但系点解我哋睇我个 friend 睇下陈生佢讲佢又话佢失败嘅系咩？我都唔我冇留意，因为俾个地震掩盖咗佢嘅。唉，系啦吓，咁样啊，咁啊日本系啊误报啊，佢误报成功啊，即系失败咗。系啊系啊，啊可以误报嘅咩啲嘢？系啊，因为十六号仔未能接住。但是这个记录就表示成功的那个人，所以就误报了、哦、因为我看新闻他说成功了，我没留意嘛，因为哦 ,OK, 这样是那么日本就开心了一天，没天就买东西了，有几天半日，半日地震，嗯，那么是能登半岛啦，有 7.6 级地震，那么是他说是震央是这个在这个离地面两公里定是好像都是浅层地震来的。嗯。那么破坏力都相当之夸张啦。不过好彩那里是日本的。如果那里是其他地方就应该死得很多。那么发出了、这个。那些就奶嘢啦。是啊，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海啸警告啦，甚至连京都都呼吁民众疏散避难的。是啊，咁样，嗯，咁啊，截至而家开始咧，就好似唔知死咗十个啊，好似唔知十个人啊，定三十个人，我都唔记得咗，即系总之都系100人以内咁样啦，啊，嗯，都系死咗，咁啊，都算，因为日本嘅抗灾能力好强啦，吓、啊，嗯，咁啊，将可以将呢个伤亡数字就减到最少啦。系咁啊！不过我都识有啲，即系你有冇去过能登半岛，即系石川县有冇去过金泽啊？啲冇金泽啊嗰啲，咁都好靓嘅，其实嗰度都好靓嘅嗰啲地方啊。咁啊，金泽都系灾区之一啦。咁都好多香港人咧都会去嗰个地方嘅。50人啊！阿卡苏尔华普中资料。啊、死了50人啊，咁啊，即系希望啊，唔好再多落去啦。The cast 冤 ，The cast 阴啊，咦，系咪内地嘅听众嚟嘅？哦，
睇个名字之后，是但啦，咁系啊系啊，唔紧要，唔紧要吓。我哋咁啊，天灾啦呢一个，海纳百川系啊。咁啊，地震啊，天灾啦吓，冇人冇人冇人想嘅啊。咁但系预测唔到啦。今日啊，咁啊，今日挨晚吓，夜晚咁啊，我相信呢啲系人祸啦。系啊，咁啊，羽田空港咧，咁啊，即系羽田机场咧，就有架日本航空嘅 JAL 咧嘅飞机咧，就喺降落嘅时候咧就着火，跟住就成架烧晒。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就唔知里面啲人点样嘅。咁啊，隔咗一阵咧就话哦，原来个机上300多人咧及时疏散到，跟住先烧晒成架机。咁啊，之后再查出即系再查呢、這个即系再慢调查落去咧，就话。佢係撞到呢個海上保安廳嘅定翼機，所以就着火，跟住就緊急降落喺羽田機場。咁咧嗰架定翼機咧，即係喺空中撞到啊！係係啊！我就覺得哇！呢喺而家咧咁先進嘅系統裏面咧，都會開黃氣喎。係啊，都係一件好即係，就算喺空中撞到又好喺。其实喺跑道同埋空中撞到嘅机会，我谂少过撞车撞机嘅机会。系飞机嘅交通事故系最所有交通工具入边最少噶嘛？系啊系啊，系咩、啊？因为佢哋撞车好易啊嘛，因为佢飞机嗰个安嗰、那个系统其实好先进噶嘛。嗯。系好先进噶嘛，但系唔知点解撞到。但系嗰架海上保安厅嘅定翼机咧，咁就系、是、其实系送物资去能登半岛嘅定翼机嚟嘅。咁、哦、啊，跟住啱挨晚就有个即系之后有个消息咧，就终于揾到个定翼机啦。咁咧就机上咧六个连埋机师啦，有6人啦。咁啊，机师重伤啦，咁啊，其余5人都遇难咗嘅。啊，嗯，唉，真系。只可以话香港不利嘅，系啊，系啊，咁香港都唔好过嘅，嗯，都唔好过嘅，啊，咁啊，放烟花啦，嗯，好捻开心啦，系嘛，最大型嘅12分钟、啊，史上最大规模系嘛，12分钟系，我谂去到我哋呢年纪，嗱，我冇嘅，唔好讲太多，我。嗯，我对烟花真系麻木噶啦，我其实咧，我咁大个仔咧，系去过一次，啊、即系除咗迪士尼唔计啦吓，我去过一次睇年初二嘅烟花啫，系，跟住就冇啦。我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睇，系纯粹嗰时候就即系同啲 friend 出嚟去啫，系啊，系啊。同埋嗰阵时我最深刻印象就係第一次喺黄金海岸放烟花嘅。嗯。嗰次係圣诞定元旦我都唔记得啦。元旦好似係。我清唔係喺黄金海岸。唔係青马大桥。黄金海岸对出嗰度嗰阵时未起好青马大桥。啊咪有未啊、哦、有啦。咁都好耐喎。好耐啦我第一次好撚近到个烟花。嗯。冇唔能够同维港嗰啲相比啦，啊！嗯、但系嗰次就好近到缝缝声咯，所以我几意外噶、嗯。我见有啲片咧，佢今次都有嘅，今次呢一个烟花佢、嗯、都有啲好似航拍机，航拍啦，系啊，佢就离嗰个烟花好近咁样影埋去、嗯。但系我就谂，咦，嗰、那个冲击唔掉唔开你架机嘅咩？烟花爆咁嗰个范围好应该好劲噶嘛？唔知啊。啊！佢都掉唔走你架机，咁你架机冇捻景咁，我呢个我唔识啦，咁样咁，但系咧、嗯，开心嘅事唔系 OK， 唔开心嘅事咧之后就发生啦。嗯啊，大批旅客未能过境，大混乱。嗯，喂，我真系呢单新闻，我真系睇得好舒畅，又系。比起上个礼拜我讲嘅嗰单交通意外，单车系啊，一样。我真系睇到呢心，我真系好捻舒畅。喂，点解你啲人去到今时今日吓、啊嗯、通关旅行都经已系一件咁捻轻易嘅事，你哋都依然系咁捻戇鸠嘅？系第一，
你唔买定飞啊，已经我搭巴唔系，其实唔系买唔买定飞嘅问题，个戇鳩程度系咩啊？我要搭巴士，部电脑坏咗，我就冇得搭巴士。做咩？佢部电脑坏咗咩？嗰部电脑坏咗啊！售票嗰部电脑，傻仔，系啊！呢个咪就系电脑化嘅带俾人嘅唔方便咯。即、就、系、是、你、啊、你以为电脑化就会方便，其实你一出现状况，咪、啊、就令到咁样有咩情况出现咯？即系同你电子支付一样啫嘛。系啊，你上唔到网啊，难噶啦！你上唔到网嘅话，你就唔使买嘢噶啦。喂，大佬，电脑坏咗啫，俾钱噶。钱俾喂，你唔会全部人都冇钱俾嘛？系嘛？最抵死、最捻无耻嘅嗰种说法系咩咧？嗯，最捻无耻嘅说法真系呢个啊！系啊，系呢个冚家铲，呢、這个冚家铲，直通巴协会指、嗯、人太多，黄江难消化，约万人等过关，肯定超预期，我哋都系受害者。喂，啊！屌你老母！依家唔系冇马路俾你行啊嘛？李嘉诚话佢都系受害者，李嘉诚话高楼价我都系受害者。我卖楼卖得几捻辛苦，你知唔知啊？呢几年吓啲楼价咁捻高，屌你老母冚家铲啊！呢班人，我哋都系受害者。喂，其实你消，你翻你即系来回大陆嘅，你每日都几万噶啦，你唔系净系嗰晚翻几万啊嘛？嗱，我有我嗱我。其实我睇到啲新闻咧，我都觉得好捻乱嘅嗰件事。嗯，喂，究竟罗湖依家系咪24小时通关先？我问咗先问呢个问题。黄冈系24小时通关啊嘛，但系问题我依家我就系有好多人系嘛，但系我就系唔知啊！我依家我个资讯混乱到系去到呢个地步，点我唔知究竟你哋而家边啲人？咁黄冈系港珠澳大桥都系嗱，罗湖就问题就系啦。我哋唔知啫，呢一班旅客应该知啦。嗯，咁你哋涌得去黄冈，应该就系黄冈廿四小时啦。咁好啦，嗯、跟住啦，我又睇到啲新闻就话咩，佢哋想去搭的士去黄冈，因为黄冈唔系一个行到去嘅地方嚟噶，嗰、那个口岸好鸠远噶，佢距离嗰段路，咁就话搭的士佬坐地起价啦。嗯、然后就啱啱佢，然后佢又啱啱同你讲，吓、啊、的士协会达成共识，加价3蚊啦，加价2蚊定3蚊啊！屌我老母，达成共识啊，又话加价啦，吓、啊、希望喺今季可以落实啊！屌你老母，你仲好意思加价？系嘛、嗯？一有事，因为我补充翻你啲资讯先，好冇？系，好，哇，唔怪你咁乱啦、啊，我就咁睇都乱啦、啊。深圳各陆路口岸开放时间：罗湖6:30至凌晨12点，福田6:30至22:30，敏感度7点至22点，莲塘敏感度就唔关旅客事啦。7点至22点，深圳湾6:30至凌晨12点，黄冈24小时。计咁啊，即系可唔可以唔可以一齐嘅咩？唔可以企，唔系即系我黄冈系特别啦。咁但系其他嗰啲唔可以统一嘅咩？啲系咯，啲时间嗱好啦，我个口岸都唔同。问题就出现啦。你作为一个旅客，我记得当年，就好似我去黄金海岸睇烟花，话俾你听，睇烟花系嘛、嗯？你估我印象之中，嗰晚我要翻屋企，我都好捻崎岖。嗯，因为好捻多人喺黄金海岸啊嘛，嗯，出入黄金海岸唔超过两种交通工具，一种小巴，一种叫巴士。诶，仲要小巴又加，你唔好去到黄金海岸咁远啦。你如果你喺尖沙咀，你要翻屋企都好难啦、啊，咁多人。系，你会仲去到黄金海岸？即系如果我嗰晚我喺湾仔睇好啲，我嗰阵时住港岛，我行翻去都仲得。系你但系要行咯，系啊，我要行咯、啊。好啦。咁然后呢一班咁样嘅旅客，睇完烟花即刻走，你梗系走唔到啦。系，你梗系会大排长龙啦。加上个电脑一坏，你就企捻咗喺度。嗯，系嘛？喂，呢啲嘢系连1蚊散纸都冇噶吓。系，同埋，我又咁讲啦，系嘛？你班死穷閪，嗯。
你班死穷閪住晚酒店都俾唔起，你哋宁愿瞓街，真系俾唔起啊！话你听，但系唔系我，但系我又觉得咁，我又觉得咁，就呢个结果啦嘛。嗯，邓炳强话跨部门进行检讨，关你咩事啫？关你咩事啫？屌你咪同国家安全咁嘅关系，关你咩事啫？你好忙噶，呢啲芝麻绿豆嘅小事，你唔好理啦。都唔关你事，系皇岗口岸巴士嘅问题啫嘛。好啊，系嘛？同埋咩啊？吓，以后唔拣大捷过香港。喂，你所以我就系话，喂，你唔好咁捻野蛮得唔得啊？你人呢啲情况，你哋系预咗噶，应该。黐线啊！因为得一个口岸廿四小时啫嘛，一系你啲走啊，一系就唔好走住。得意你就睇烟花，一系你就冇捻走住，呢系你就住一晚。唔系，如果下次唔系，下次叫香港早啲倒数，六点半好倒数啦。系就真系就系啦，最好就系咁。咁大家啱啱好十二点前可以翻屋企再倒数多次。系啦，系啦，六点半好倒数啦。即系其实你好似去日本旅行咁啫嘛。嗯。你系要玩到夜一夜，然后你剩咩啊？冇车翻屋企啊，冇车翻酒店，啲地铁全部都唔开。你去日本旅行，你去日本旅行啦、啊。即系如果你系旺季去暑假、圣诞节去，你预咗机场过关定多人嘅？系 啊，你唔会发晒烂渣咁，冇搞错咁耐噶。唔系咯，屌你咩接待能力有问题？我就算我问翻你啊，你喺北京倒完数，你要几耐先翻到屋企？同一道理嚟嘅啫嘛，丢你老味！啱啱戇鳩，喂，同埋咧，我觉得呢件事咧系好捻鬼嘅。嗯，个鬼系鬼在啲咩咧？跟住依家又跟，因为到第二日，我见到最捻大个头嗰个就叫做李慧琼。嗯。佢又话咩啊？咩要检讨啊？咩咩咩咩告咩咩咩通关安排啊？咩咩咩？我哋已经联络紧，唔知啲乜乜柒柒乜乜柒柒。你老尾啊！我真系有理由怀疑你哋搞坛咁嘢出嚟，为咗攞政绩嘅啫。嗯，咁似逃犯条例嘅，会啊，又系李慧琼喎。系啊，我真系有理由怀疑，因为皇岗巴士咩咩嗰啲咩旺角直通巴。电脑坏咗买唔到飞，你电脑坏咗，你即刻呕，你即刻揾五个人落嚟，现金俾都要啦，拿住个支付宝你都要同人哋解决系嘛呢个问题？你咁大间巴士公司，你冇应对方法嘅咩？你电脑坏咗你就唔做啊？哎呀，咁咯，喂，哎呀，喂，我真系有理由怀疑呢档嘢系佢哋特捻登嘅，行啊嘛，因为。先系统佢咁点啊？屌你妈！咪即刻揾人拿住几部电话，拿住个支付宝，嗱嗱临应付咗条人龙先咯。唔系，等到天光先搞。可能过两日啊，邓炳强就会查到啊，原来呢单咁嘅电脑冧机事件咧系黑暴所为啊！真系容易解决香港嘅问题，有可能香港问题真系容易解决。系，唔怪得要邓炳强出手啊！佢唔系进行检讨啊，你应该进行调查啊，系。一定黑暴所为啊！黐捻线，喂，我梗系觉得呢件事真系好捻戆鸠，同埋与此同时，我亦好捻心凉。嗯，咁捻大个人，你哋呢一堆人啊，咁捻大个人吓咩？成日以为自己拿住本小红书好捻巴闭，屌阿妈连旅行你哋都唔捻识。系啊，即系你呢啲时候，即系就算你要去一笪地方倒数咧，你通常都喺嗰度过埋夜噶。你好少，系咯。你好少倒完数就即系，除非你住嗰度啦，你住嗰度即系好似我哋咁，我沿尖沙咀倒数翻屋企咯。咁你好少即系倒数倒完数，跟住即刻翻屋企咁样，有啲奇怪嘅。最好笑系嗰个新闻仲影到话有啲游客走去问啲警察啊，嗰啲警察话咩啊？嗱，你而家仲可以搭到地铁去上水嘅，你去上水就截的士就去到皇岗。我心谂，如果嗰条友听你讲就冚家铲啦。屌你咩？你只系掟佢去第二度塞啫嘛。其实依家个情况，唔系，同埋系口岸啊嘛。
咁啊，同埋系系啦，咁然后你呢一班人，你哋滞留喺，嗱、嗯，咪就系咯。如果你到最后话俾我听，原来你哋成堆人，你哋滞留晒喺皇岗、嗯，我都明。嗯，点解又唔捻系成堆人咩？喺咩喺上水地铁站啊？咩等天光系嘛？咪等天光？嗯、喂，咁呢啲就系你哋自己攞嚟噶啦。嗯，你怪个交通咩事啫？依家你哋要进行检讨，检讨啲乜嘢啫？咩？你咪就系、是。系啊，你个检讨咪就系咩啊？即刻24小时通关咯。嗯，你冇第二个选择噶啦。有嘅，唔好俾咁多人落嚟咯。有嘅，取消关口。系或者以后唔捻放烟花。系唔倒数？唔会啊，唔会啊。或者早啲倒数。因为我嗰个最可行，我就话晏昼就好倒数。系啦，所以到最后要话俾你听嗰样嘢就系咩？你就系要只有24小时通关啫嘛，系嘛？你检讨啲咩？我细粒蚊，你检讨啫。其实你都好难啊！你24小时通关，你要配合交通先得噶嘛？哦，咁啊系啊，得嘅，因为佢除夕嗰日佢火车地铁系通宵啊嘛。系啊，咁你咪开多个湖咧？你嚟到呢度，你嚟到呢度通宵呀？你去到通宵咗、啊，应该就去罗湖站系啊，冇得去罗湖站嘅你都。不过唔紧要，掉咗翻去。系啦、啊，咁就唔捻你啦。过捻咗龙桥，治理，系下治理。你想瞓深圳？你想瞓罗湖站定瞓上水站啊？掉咗过去就跪下治理。分别啊，只有呢一度啫，咁样。乜黐线嘅呢件事真的，我系觉得好捻鬼噶。嗯，呢件事有心嘅呢班人，你唔系你香港政府善救呢班旅客噶嘛？系有心，系啊，你点会冇谂到呢样嘢噶？真系冇谂到，话你听。点解谂啊？你搞烟花之前，你搞烟花之前，咪你冇谂过呢件事嘅？而家佢哋啲处事嗰个做法，谂唔到真系唔出奇。系喂，仲有好话唔好听啦，你李慧琼啊，你作为行政会议主席啊。系咪？我记得佢系主席嚟噶嘛？作为行会主席，你邓炳强作为保安局局长，你要同呢班女系冇主席嘅，冇主席嘅，哦系啊，召集人嘅，系嘛？你邓炳强作为保安局局长啊，你要向呢班旅客致歉啊！唔该你，唔好再影衰我哋香港得唔得啊？嗯，一味净系喺度嗰度出咩跨部门检讨啫？喂，你向呢班旅客致歉啦，唔该你哋，做翻你应该要做嘢得唔得啊？系喎，冇道歉嘅，好似佢哋啲系啊，系啊，呢班做官嘅呢啲蚁民就唔使道歉啦、啊。哦，咁可能邓炳强系咁谂嘅，我唔知道啊，我就唔系咁谂，呢班系尊贵嘅旅客嚟嘅，嗯，啊，带动香港经济，嗯，我识得到咁样嘅待遇，我带动咩？唔系就如果带动到就抵死嘅客啦，带动虽然系抵死嘅。啊，咁啊系，通常应该都咁，即系都系，啊唔系，你嗱呢个仲仆街，陈国基归咎塞车，我顶你个肺啊！都冇车，跟住惊一事长一智，惊一事咁即系点啊？即系唔塞车，以后唔塞车。忍一智，你哋究竟 O K？ 你哋嗱成日同我讲国家安全乜乜又成，喂，你哋究竟做好咗预防外星人入侵嘅准备未噶？喂，呢啲嘢冇得惊一事长一智噶嘛，大佬。佢同你讲，我们有信心，官回员唔会重复犯错嘅，系嘛？到时已经被外星人食咗啦，食咗落肚啦，我哋。点解系塞车都唔关塞车事？唔系归咎塞车，咪咯？芝麻近你冇车，佢话今次情况特殊，嗯、啊，佢话因为跨境巴士、啊、因为。跨境巴士因为塞车未能流转，系佢电脑坏捻咗啊！屌你老母！唔系，我觉得好搞笑，有咩特殊唔特殊啫？年年都有噶啦，倒数今年特今年先有啊！啊，啱啊！佢话我上呢个位之前系冇噶，届届政府都经一事长一智啊！你老味系啊系啊，届。我做局长咧，今次真系第一次放烟花，系顶你个肺、欸！上年嗰次系上一手嘅，唔关我系啊，系啊，唔关我事吓。嗰阵时我都仲未上任，佢话系啊，嗰阵时系张建宗嘅，系唔关我事系啊，
就系呢个上场嘅濑嘢咯。诶、欸，佢、啊、提到啊，同一时段，因为我系第一次，佢话阿陈国基提到啊，同一时段有1570架车辆过关，当中90%是私家车。嗱、啊，呢啲咪识玩咯、啊？嗱、啊，自己揸车，自己醒。系自己揸车，嗱呢啲识玩啦，呢啲就醒啦。系啊，90%系私家车，即系其余嗰啲都系旅游巴啦。你呢、這个你呢、這个你呢个海关就系咁捻得意噶啦，唔识分开处理嘅。咁要公共交通工具嚟霸捻咩？你叫翻佢哋行路啦，行路上广州。喂，你要24小时通关，唔该你就通罗湖，你就咪捻你就咪捻可能通黄冈啦。哇，咁如果系咁，如果每一日24小时通关，通罗湖唔得。咁啊，上水嗰啲人就同你死过噶啦，可能系啊。屌你老味！佢依家唔通，我都觉得呢个原因嘅，但系唔关事啊。屌啦妈，有啲乜嘢？依家完善咗选举制度，有呢啲嘢留翻俾区议员搞啦。啊，系啊，系啊。问题你唔可以怠慢我哋香港嘅旅客啊嘛。系啊，经济已经唔好啦。仆街，仲惊一事长一智喎、啊。屌啦妈！依家咩情？依家咩环境？佢长咗一智嘅时候，佢已经唔系佢做啦、啊，已经系第二届。喂，好话唔好听，日本都撞飞机啊！你同我讲惊一事长一智，黐捻线，真系冇得顶，嬲、嗯！我真系嬲，我真系嬲！你怠慢我哋啲旅客，真系嬲。系、嗯、系，系嘛？都唔应该出现噶嘛呢啲问题。嗯，不过我睇到你即刻开罗湖嗰个关口俾人过，你都要啊！我睇到新闻话，即刻开罗湖关口，陈国基自己帮人吸抌人喺度，自己使唔使抌人？做翻老本行，做翻老本行。诶，等我嚟，你。我睇到新闻话，回复翻疫情前嘅出入境数量，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元旦，即系除夕嘅时候，系元旦同除夕，即系香港市面都旺啊！即系咁啊，太好啦，系啊，大佬啦。喂，我谂谂下咧，你睇其实咧，我谂谂下，而家个经济唔好咧，即系市面冇人消费，冇人买嘢。我觉得都唔关出唔出入境人数事，我觉得系因为佢冇派消费券嘅纯粹。哦，系使晒咯，使晒好耐啦。系啊，使晒啦。啊，你今年嗱，真系派嘅。啊，在 budget.com 咧 ，budget.gov.hk 咧，就你嘅意见。啊、我哋之前都份财政预算案，我哋之前都预言过啦，话咧，即系佢一定要再派嘅，佢唔派就斩死得更加快。系啊，系啊，而家就佢唔派就死得更快，系嘛、啊？每人使少10000，你唔系啊？喂，真系争好远嘅，大佬。系啊，喂，上几年疫情点解都仲可以有呢、這个？即系都市面都咁旺啊！即系圣诞节嗰啲，你出去买嘢都好多人噶嘛。嗯，咪就系因为有消费券啫嘛。系啊系啊，起码多人出街食饭先啦。你睇下今年我影俾你张相，除夕冇人嘅，间餐厅日本餐厅。哦，系啊系啊系。得我一台啊，得我一台啊。系。咦？张相系咩啊？我晏昼出太子，出旺角太子。又是冇人的整个冇人吃嘢，跟住我1月1号去启德个新商场呢，8点12月31号。是冷清人嘅。冇人冷清。我嗰晚去咗边呢，我嗰晚。啊是啊是啊，唔係 ,1 月1号我尋晚我去咩，唔係我尋晚我喺屋企喎。31号呢三十一号我都好似系，我都系话去荃湾嘅。
但我听到又荃湾冷清嘛，你话系啊系啊，荃湾都冷清啊，系啊系啊系啊系系啊，啊，冷清啊，系啊，啊系啊系啊系三啊十个，系啊系啊系啊，我喺荃湾都冷清，系啊，我喺荃湾啊，跟住又去屌，哎，仆街，我唔记得咗讲呢个讲 Mira 嘅时候，我留低，不过算啦，下个礼拜先讲，你可以。跟住一月一号啊，讲多少少啦，瞓觉啦都。系，一月一号咧，我去咗 ASI 即启德个新商场啦。嗯，咁啊，都系一啲人多嘅，即系有人行嘅。但系咧，啲食嘢啊，嗰啲铺头咧，其实就冇乜人，冇乜人。最多人嘅地方咧，就系 food court。平啊，相系对啊，贵贵嗰啲系冇人食，系贵嗰啲系冇人食。因为香港好少阔，剩翻好少 food court 啦。佢啲 food court 都贵嘅，其实六七十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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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平系食不过捻，仲要等，仲要等好捻耐咯。我都唔知佢屌屌，我嗰日等佢整碗咩啊肉燥干拌面啊，我等紧咗差不多三个字，我望紧住佢厨房三个字，佢喺度谂紧啲乜嘢啊？我就见到佢哋喺度切 check 咁转，但系点解我咁面搞咁耐都未搞掂掂咧？黐线，我唔知佢做乜嘢。最平食 pepper lunch 喺 food court。哦，系、所以你就好简单啫。其实有人噶，个商场系有人噶，不过冇人肯使钱啫嘛。嗯，因为就系你咁冇派咁5000蚊消费券咯。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咩啊？我去咗，我去咗，我有去寿司郎，星期几啊？我唔记得啱啱，唔知啱啱星期六定星期日，我去咗次寿司郎。我等位等咗半个钟咋？哇，咁快，仲要等位啊？哇，唔系，寿司等位郎系固之然要嘅，始终都系寿司郎，烂雪总有三根钉嘅。你去元喂，气等元半气个钟。啊，如果你唔想等，就去元气，元气一定唔使等。我就去，我攞咗飞啦，跟住我带阿仔去咗隔篱嗰个 Nan 冚嗰个。嗰、那个嘅公仔喺度掉下掉掉下彩虹啦，咁就隔咗一阵，咁啊谂住啊，不如我哋行埋，我哋过埋玩具反斗城打个转，咁应该我哋再睇下到未啦。咁我越预等一个钟嘅，因为往市都系噶啦，你点你都要等一个钟起码。跟住我正想谂住去掟完彩虹，谂住去行嗰阵，咁啊途经见到，咦，屌下张飞到我哋原来。我心到之后我望个钟，屌等咗九等咗半个钟啫。真快啊！系啊，连寿司郎都等半个钟，所以咧，三十一号我喺大角咗有好多人嘅，因为咁啱嗰日咧就有个叫做庙会啊，庙会系啊，咁又有啲人喺度舞，喺度舞龙啊、舞狮啊，咁样都热闹嘅。哇！我见到你条龙深圳 style 啊，即系嗱。嗰啲龙啊，嗰啲咩嗰啲鱼啊，就都几唔靓嘅。不过咩鱼啊？即系除咗条龙之外，仲有啲鱼喺度舞下舞下咁样嘅。我 send 啲哦系啊，系啊，有鱼噶。虽则啲嘢唔靓，但系个热闹嘅 OK 嘅，热闹嘅个气氛热闹啊，开心嘅。呢个系嗰啲咩大角咀街坊福利会搞啲咩咁嘅庙？佢年年都有搞噶嘛，其实佢一年几次嘅。系啊，今年系话即系佢唔知即系 mention 话系有条发光嘅龙，50米长咩？五百尺长嘅龙，即系冇电子喺度，电子龙，电子龙啊，电子龙咁啊，即系有啲 LED 灯喺度，咪电子龙啊？咁啊，热闹嘅，哇，开心嘅，都开心嘅，唔系都几靓啊！系好似系咪呢条啊？系咪呢条啊？系呢条啊？我就咁 search， 系应该系呢条。我 search 香港01。但你张相靓咁多嘅，我拍条片好核突嘅条龙。我见到啊，绿色啊，红色系啊，做咩？我都记得啊，你会啊，大佬，好核突啊，系夜总会啊，而家。即系虽则条龙系好唔靓，但系起码都热闹啊，咁啊热闹啦，系啊，人多开心啦，一晚啊，咁啊 OK 嘅。一次其实又再一次即系睇到啦，其实政府唔使做啲乜嘢嘅，你净系负责搵啲差佬出嚟封路得噶啦。系，譬如嗰啲组织啊、民间全部搞都得。我 send 咗出嚟啊，我 send 咗出嚟噶。唔系佢条龙咁样喂，佢呢条龙同呢条龙争咁远嘅喂，系咯，
但系依张靓好多啊，装饰呢张呢个系咯，你呢条龙系嗰啲咩和马按摩嗰啲地方先会有嘅，深圳嗰啲咧吓，佢条龙食电子烟嘅，喂啦食电子烟啊条龙，咩事啊大佬？哇，喷烟喎，劲喎，哇！电子烟嚟啊，我都猛啊，水果味，水果味电子烟。啊，系啊，点啊？而家东方中传嚟噶，啊，犯法噶、哦、电子烟。如果唔系，点会喷烟咧？一定系电子烟啦。哦，我知道点解，点解张相争？你话张相争咁远啊？啊，点解？定格嚟噶嘛？佢下一秒就变绿色啦。哦，定格嚟噶嘛？佢未变色嘅。你呢一条真系，咁你呢一条真系缤纷咗啲嘅，条路真系样衰咯，又喷烟又剩，又唔跟住个波波走，佢咪追个波咯，佢追个波噶，唔系啊，佢只闪捻紧个波，佢唔系追个波咯，佢只系个波度捻紧佢咯，系啊，好笑啊，呢个好笑。开心啊！咁见到都开心嘅，都开心嘅，开心嘅，系啊！即系起码，起码叫做聚到人先啦、啊。我觉得呢啲咁样，系啊。嗱、啊，如果我新有几千蚊消费券，咁啊开心啊，即刻去食嘢啦，又咁又唔同，系嘛？心情唔系咯，嗯，我有几千蚊消费券，我唔使睇呢条缤纷龙啦。阿茂波会听呢个节目嘅，会啊，系会，佢一定会。跟住同，跟住佢喺节目度留言几千蚊边够啊？派够两皮俾你啊！其实佢要派噶，我觉得佢今年都系走唔甩，走唔甩啦！你睇个市差到咁样，系啊，咩都跌，系啊，有啲物价唔跌啦，物价系楼价，佢人工跌，佢就跌噶啦。唔加啲啫，物价唔掂，唔好跌啦，物价未啫，我觉得系始终有供求嘅呢件事，嗯，好啦，慢慢啦，啊咁嘅，一点啊，咁啊好啦，咁啊大家继续支持香港乐坛，嗯，啊听翻多啲广东歌，啊支持埋我哋嘅手，系啦，啊货金。你俾条货金拎出嚟先啊，跟住咧头顶打条货金拎出嚟，系喺呢度，系货金。阿 John， 阿 John， 今日我见钟，请代上香咁。啊，好，我转头帮你上香啊。再唔系搞下写真集咯。写真集，龙虎炮啊，大佬个副龙虎炮写真集。我哋试下，我哋筹组下，我哋算啦，唔好啦，好啦，筹组下咩？屌，我又唔记得讲，我又唔记得讲大玉文添，算啦。因为头先讲靓师龟嗰阵时候，我应该讲埋大玉年少日记嗰、那个。哦，我好似优助嗰条，优助，优助。屌，我又唔记得咗讲。哎，我突然间醒起啊！阿、Ernest 好似有出现翻啦，我哋嘅听众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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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耐冇见佢啊，好耐冇见系好开心啊！佢、啊、有 like 翻我哋啲 link， 啲喺个 Facebook 度系咯，屌吓、啊啊、得我啊真系，系咪、啊？希望一切，希望一切安好啦吓，大家平系啊，系啦、啊，唔、啊、知佢仲有冇听我哋节目咧？应该有啦，系嘛？希望你听到，希望你今集听到最后尾啦。嗱，系啊，如果见字嘅留个言，打个招呼吓。系啊，见字留言，唔该啊，咁样。咁啊，喂，我都玩到个 AirPod 冇电啦。好，系好。咁啊，今集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新年快乐！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几有中南海嘅味道啊！先炒炒先。喂，你炒咩？老实啦，千万不能装偷听器。哎，争咁啲嘢。争咩？
谭冠记低佢。系系，我即刻就去买。你就为咗申请居英权入政治部系嘛？使惊嘅，我香港迎接九七啦，只要冇讲过一啲啊对党同埋国家不利嘅说话，冇谂过一啲危害党同埋国家嘅嘢，冇做过一啲与党为敌嘅事情，或者冇睇过一啲啊丑化党同埋国家嘅电影，冇参加过皇后大道东示威游行嘅人呢，大把前途嘅。但若然你有做过而有悔意嘅呢，都可以申请公屋㗎喎。但你做咗冇悔意坚持嘅呢，啊咁就难搞啦。咁我哋先至会唔俾饭佢食，同埋剥夺佢人权嘅啫。到啦吧。